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华附小团队。今天我们要带来的是梦幻建成蝶豆花饮料，我是慧娟老师，这一位是婷君老师。然后今天要为大家主要负责解说的同学是廖子怀同学，还有张凯琳同学。那我们就要把棒子交给这两位咯。首先我们在小苏打水、柠檬汁、柠檬酸水、糖水等不同溶液的杯子前放置一个比色盘，接着放入红色和蓝色的石蕊试纸，然后用滴管把溶液滴在试纸上。这边要注意的是滴管不可以混用，最后观察实验结果。继续上一个检测，我们要用蝶豆花水来代替石蕊试纸。一开始先把不同酸碱性的溶液放入比色盘中，接着标示名称，最后用滴管把蝶豆花水滴入比色盘里，最后观察实验结果。我们可以发现蝶豆花水碰到小苏打水的时候会变成蓝绿色系，而蝶豆花水碰到汽水、柠檬酸及柠檬汁时会变成红色系，而蝶豆花碰到糖水时则是都不变色。哎，你看这两杯都是我做的建成饮料哦，这杯是果汁加蝶豆花水，这杯是柠檬汁加雪碧加蝶豆花水。哇，也太漂亮了吧，你是怎么做的啊？就是利用蝶豆花水来做的饮料哦。我知道液体的层次和密度还有比重有关，密度大的或比重较重的都会在下层。没错，在做层次的时候也可以加冰块当辅助，这样可以使层次效果更明显哦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蝶豆花建成饮料吧。这杯蝶豆花水是由热水和干燥蝶豆花泡出来的，泡出来的时间越久，它花青素的含量也越高。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个透明且杯身较高的杯子，在底部加入20cc 的柠檬汁，接着把冰块加入杯身的1/3处，接着我们用滴管把雪碧沿着杯缘慢慢的滴入杯中，切记不可超过冰块的高度。最后我们用滴管把蝶豆花水加到将近杯口的高度。然后这杯饮料就完成了，你看它是从底下淡黄色往上渐层到蓝紫色。哎，这杯饮料使用的化学原理有两个，一，使用蝶豆花水碰到不同酸碱性的溶液会变色的原理；二，使用不同溶液之间的比重关系来制作建成饮料。我们还可以利用不同的液体来做不同的效果，欢迎大家在自己的家里调制一杯自己的梦幻建成蝶豆花饮料吧。谢谢大家。